奇乐数码大本营长者数码学习计划是保良局安老服务今年度的重点活动之一，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赞助。这个活动是希望可以令到老人家应用到电脑科技的知识和技能，更加可以推动到跨代共融。我很多谢阳光数码大使100位同学来教我们平板电脑，同埋好多带我哋去日营啦、推广日啦、闭幕礼啦，跟住就我哋咧又有翻中心玩平板电脑。咁我都知仲有同嘅计划俾你哋玩嘅，例如长者生活程式概念设计比赛啦、外展数码支援计划啦，同埋帮你哋喺 Facebook 嗰度开群组啦，同埋制作唔同嘅教材套嘅。我哋啲朋友咧，不識的呢我們都帶他們來我們中心保良局一起玩平板電腦和玩遊戲。另外啦，你們長者數碼大使在上堂學識了用這個平板電腦之後，也都有幫手當值資訊科技站超過1000個小時，發揮了老有所學老有所為的精神。是啊，我們個個都很合拍很好的，那我們呢就教大家一起玩遊戲啦，影相啦，影得我哋好靓啲，我哋个个都好开心。咁婆婆，你而家学咗咁多堂之后，咁你自己学咗啲咩嘢？我学咗睇片啦，玩游戏啦，影相啦，同埋上电邮。咁你自己上咗咁多堂之后，你有咩感受啊？好开心。你哋啲陽光數碼大使咧，教得我哋好好。我哋有時咧唔記得嗰啲嘢咧，我哋成日問佢，佢都好細心咁樣教我哋。咁之後你仲會唔會繼續用平板電腦啊？會繼續玩多啲上網同埋玩電腦遊戲。咁而家大完曬啲班咯喎，咁仲有啲咩嘢可以玩到啊？仲有平板電腦精讀班，咁我都會叫多啲老友記嚟學習上堂玩下。係啦，咁其實都呼籲多啲嘅老人家嚟玩啦。係啊，我都會噶啦，因為我哋玩得好開心，你哋又教得好好。大家學習呢個平板電腦之後，應該都會經常用電腦。咁其實咧，如果長時間又使用電腦，而個姿勢唔正確咧，係好容易引發好多腰背、肩頸同埋手部嘅痛症。咁就今次呢個奇樂數碼大本營嘅長者數碼學習計劃咧，我哋就設計咗一套伸展運動，就希望幫大家有效咁去預防以上嘅痛症發生。咁同埋其實大家喺使用電腦之前，同埋用電腦超過30分鐘以上咧，都應該去做一做呢度運動，等自己可以喐下、輕鬆下、伸展下啲肌肉。咁同埋，如果大家用電腦超過一個鐘頭以上咧，就更加應該離開個座位，行下、走下、輕鬆下。咁大家不如試下跟住落嚟，同我同啲女友嘅一齊做呢度運動啊！好，我哋開始第一個動作，首先雙手伸出嚟，放鬆手腕，預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哋到下一个动作。首先，双手揸拳头向前伸出嚟，然之后用力将啲手指弹出去。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一个动作，首先将个手心向上伸出嚟，然后另外一只手将啲手指揽埋自己身体，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调转手心向入边，拉埋手指，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另外一隻手，手心向上，手指拉埋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调转手心向入，拉埋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下一个动作，首先将两只手向前伸，手指公摆喺手心，另外手指将只手指公揽住，将个拳头尽量咬落地下，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跟住到下一个动作，首先我哋望去一边，保持十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保持原位望落地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望去另外一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保持原位望落地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完成望向前面。好，跟住下一个动作，将两只手尽量贴近个膊头，然之后手踭慢慢向前打圈，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向后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完成下一个动作，首先将手向前伸出来，然后尽量挨埋自己身体，另外一只手将手揽埋自己身体，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另外一边揽埋嚟，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完成。跟住到下一个动作，首先一只手扶稳个凳边，然后另外一只手咧慢慢向上伸高伸直，跟住慢慢挨落去一边，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落嚟，另外一边伸直只手，慢慢挨落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完成。而家下一个动作，我哋要拧住面揽住个凳背，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好，另外一边，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完成。而家我哋到最后一个动作啦。首先咧，将只脚伸直，脚踭掂地，然后脚尖尽量指向天。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另外一只脚踭掂地，伸直，脚尖尽量指向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运动完成。咁咧，因為咧我退休咗之後咧，就發覺咧就即係比較清閒啲，咁我就落去竹寶良谷中心嗰度咧就報名，咁咧跟住咧就後期咧就知道中心咧有依個申請到平板電腦，咁我就即刻去去報名上堂咧。啲仔女咧要翻工咧就冇咁多時間教我。咁我知道又可以自己學多啲嘢之後咧，就可以教下啲中心啲老友記。咁我所以我就即刻去參加。咁喺以前咧，我對於電腦咧一啲興趣都冇噶。咁自從中心咧有平板電腦課程學習，我喺好奇心之下咧就決定報名參加。從來都未人學過電腦嘅，我咧就好想學多啲嘢，適應外邊嗰啲知識啊，同埋信息啊，咁又同我孫仔多啲上網溝通啊，啊聽下歌啊，睇下戲啊咁，咁又玩下遊戲啊，啊黃蜂仔啊，同埋玩下麻雀啊咁樣。初諗住都學咗都冇用，咁後來咧中心有啲義工啊叫我學試玩，我玩咗之後咧。咁啊，見得個個玩得咁開心，咁我就學識咗。我今次參加咗呢個平板電腦咧，我好開心啊！學咗好多遊戲，尤其是係切生果嘅遊戲。咁啊，喺中心又玩過比賽，咁我攞到第一名。啊！仲攞到一大籃嘅生果，翻到去大家都一齊分享。咁呢個咧，依啲活動咧，就好即係幫助我哋嘅腦筋可以活動啲，對我哋長者好大嘅幫助。又中意睇電視啦，即係放嗰個電影啊，《紫太記》咧。同埋帝女花啦，黃飛鴻啦，黃飛鴻啊上網嘅，跟住上網去撳咯，就學下影相啦，大家咧互相交流啦，同啲老友記，你同我影，我同你影，啊啲義工咧好細心，將佢咩程度都教我哋，大家好似朋友姊妹咁啦。有時玩下熊仔啦，切下嗰啲生果啦，嗰啲咯。或者我多數都係玩麻雀嘅多。經常去瀏覽一個 Facebook 嗰、那個奇青大本營嘅，咁睇到裏邊都有好豐富嘅內容啦。有時有啲相片咧，即係參加咗啲活動咧，有啲相片擺出嚟嘅。咁又要通常都有贊好嘅咁樣咧。咁我自己咧就係、是、最中意就係水墨畫，咁所以我就成日都上網去睇嚟到學，咁啊增加我好多知識，所以我而家畫畫都靚咗啦。因為喺平板電腦嗰度咧，例如可以揾到個地圖咧，我住喺邊度嘅位置，同埋我經常去嗰間中心嘅位置，非常之開心喎。
我參加咗平板電腦，咁啊上咗堂就非常之開心，分同啲仔女講，我啲仔女都鼓勵我個新抱，我仔即刻同我買一部平板電腦翻嚟，咁啊好開心玩，咁我成日有咩唔明咧又教下我哋，咁啊有時咧個孫女嚟到咧就同佢玩起樓啊，嗰啲飛行棋啊、波子棋啊，玩到好開心，咁啊同啲仔女咧好親密。咁又可以上下網咧，睇下啲超級市場啊，有啲平嘢賣啊，同埋佢喺邊度啊咁。資訊科技站就話請呢個義工去幫嗰啲長者去學嘅咁樣，去當值，咁我就義不容辭咁去參加呢個義工咁樣啦。咁我曾經真係教嗰個長者咧學切西瓜，由零分，佢唔使半小時咧，佢已經可以攞到差唔多超過100分啦。啊，咁我覺得非常之好。我就喺呢個資訊科技集嗰度當值做義工，教翻啲長者點樣學習平板電腦。其實咧，我係温故知新，咁我會繼續學習呢個平板電腦，同埋多做義工嘅。啲老友記咧見到我咧玩緊嘅時候咧，佢又喺我左右隔離咁樣睇下，咁我就問佢：你玩唔玩啊？咁佢話我唔識，咁我教你啦，我起身俾你玩下啦。咁然後咧，佢又玩得好開心，咁樣我能夠做得到咧，就幫下手。啊，我已經好呼籲政府咧贊助多啲呢啲咁樣佢國家老人中心有呢啲咁嘅設施啦。咁我咧我就好鼓勵咧嗰啲老人家咧就多啲上去 Facebook 嗰度瀏覽呢個旗青大本營，同埋去贊好佢，即係可以睇到其他中心嘅活動。每次一活動咧，佢就放上網噶啦。咁喺義工導師同埋中心職員嘅指導之下咧。原來咧，我先知道科技一日千里噶。咁就希望咧，將來咧都好想再繼續學落去啦。大家嚟，提升大本營，俾個力。